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老演员，曾在中国仪仗兵、西游记、彭真等影视剧中饰演过重要角色。西游记是玉皇大帝央视版，何佐、六小龄童、池仲瑞、徐少华、汪月、马德华、严怀烈、王卫国是国家一级艺人，结业于中心戏剧学院扮演戏，后参加国家话剧院做艺人。他是一个用心演戏且戏路很宽的艺人，他能演到了王孙贵族，也能演到了小偷流氓，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艺人。我们最为熟知的就是他在西游记里扮演的玉皇大帝了。此次微紫微博饰演的玉皇大帝造型非常大胆，不仔细看几乎认不出是微子，身着锦衣，正襟危坐在金碧辉煌的凌霄宝殿上，光芒万丈。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经典段落已经播完，相较于老版西游记中动不动就躲到桌子下面慌张的玉帝，新版由微子饰演的玉帝在孙悟空大闹天空之时说不要惊慌，但还是要快请佛祖前来降妖，威严中不失诙谐。观众纷纷表示终于有了点玉帝的样子，撑得住场了。实感当之熊市天东的主创人员，除了编导演一体的全能制作人钱雁秋外，六小龄童也在剧中出演角色。而且令人意外的是，侯德庆翻身做了玉皇大帝。六小龄童老师说，孙悟空曾说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，现在也终于轮到我演玉皇大帝了。但毕竟玉皇大帝的形象是高大威严的，外形条件十分重要，自己则更多的带有些儒气。他说自己将更多的研究玉皇大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地位，力争神似。每位观众心中的玉帝形象肯定都有所不同的，不知大家觉得哪一位才是你心中最为经典的玉帝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。